都是台湾的好朋友、好兄弟。那当澳洲面对极大压力的时候，台湾也会尽我们所能给予温暖跟支持。澳洲的葡萄酒一向享誉国际，不过最近特别受欢迎。我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各种品牌的澳洲葡萄酒，现在全世界都重新发现更多的澳洲葡萄酒了。